怎么那么可怜？怎么一个家连一支有水的笔都没有啊？我们这一箱是什么？奥利奥利，肉圆奥利奥利，进正的是什么？圣诞礼，新年礼物又没水。新的哎，怎么可能？其实你这样子画，然后我都全部都拆下来，其实你可以不用画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拆了吧。生气也生气，助理生气，跟在节目上都不一样。来来来，感谢肉铺肉圆进正新年圣诞礼物，今天要来开箱。现在呢，我们新北厂房这边哈，连一支有水的笔都找不到，美工刀也找不到。美工刀我有一支很利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掉了。我记得我好像很有钱，可是我不知道我的钱包去哪里了。哎，哪有人这样拆东西的啊？你应该拿一边尖尖的，然后这样画吧。来来来，专业的，这种事情，哎，这种事情你知道交给谁吗？管理室的保全，因为他收很多包裹。来哦，五楼黄小姐。哇，这是乖乖吗？乖乖，乖乖，白色的乖乖。乖乖也是白，因为是圣诞节，所以是白色的乖乖。所以要这样子吗？这样子。你要保哦。你要扫，你自己要扫。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这个，哇，等一下，我要一个一个来，我看一下。下雪，下雪，下雪，下雪特效。啊，这个是 potato chips， 哎，这看起来很好吃，哎。这看起来很好吃，我可以先拆吗？哎，这看起来好很好吃，可以可以，其实可以。bacon， 这是什么 ？bacon， 哇，下酒下酒。啊，这个是下酒的，它看起来一定要拿几包给你。哦，哎，这种，哎，我喜欢这种波浪形啊，这什么口味？洋葱乃焗洋葱吗？切打起司，切打起司，真的太赞了吧！这个是什么 ？Deluxe Tim Tam 啊，这是巧克力里面有包杏仁的那种。这个很有名啊，这是澳洲的品牌。这是老咪吃的东西吗？还是猫咪肉？袋鼠肉啦，好袋鼠啊！这是给猫吃的还是给人吃的？人类应该猫可以吃的，应该可以吃吧？这是猫咪吃的吗？猫咪吃的，你可以看一下英文吗？我看不懂哎。他说 with 那个 kangaroo 的那个吧。还有没有写出什么 for cat？ 啊，这个那么大啊！有啦有啦，左是右上角啦 ，cat trees only 啦，只能给猫吃啦。人可以吃吗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保健食品。这是什么 ？Men's 什么 Multi 啊？这是多种维他命，男性多种维他命，女生的，女生的。你这样看起来很像是直播带货，你的白马唱直播带货的。是什么 ？Warehouse 什么意思 ？Warehouse 啊，那个皮肤，裸肉，他刚说裸肉吗？裸肉吗？玫瑰啦，洛石玫瑰啦。这个哎，是什么？看不懂 ，Mr. Tom， 他看不懂，他应该是保湿喷雾之类的吧 ？Shooting 什么可以射的东西，应该是鸡蛋。鸡蛋斗战相关的吧？一种鸡蛋斗战。啊，这个是这应该是这应该是猫砂。这应该最重要的。猫砂吗？肉的。我的什么？应该是喉咙的。哦，天哪，我看一下。对。哦，这个 throat cleaner， 哎 ，clear， throat clear。哦，好赞！来来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这个也是吗？没了，你以为还有钱吗？这乖乖吗？哦，这个就是欧利欧利说的那个高级蜂蜜嘛。麦卡伦十八年威士忌。麦什么？一定滋润。Manuka。这个的话，它是你真的如果喉咙不舒服的话，你就挖一次之后，你不要泡水，就直接浓的原哦。喉咙那边，然后开始有点刺。我也是这样子哦，曼努卡，哦，真的好赞，哎，好丰富，太丰盛了，天哪！各位朋友，真的，我们今天真的就只有今天，我们今天这是澳洲货，我们真的就只剩今天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呢，可以看到这个是喉咙清洁的，剩四组，来空八空空空丢离。这边听他们哈，我们这边肉铺今天非常难得，我们今天很难得的机会哈，拍到这个东西，天哪！这应该点出来，就像这样子，哦，有一个螺肉，香。天哪，超美的！我等一下后面要上那个亮光的，然后那个雾化要打，给它打超重。哇，好赞哦！感谢欧利欧利，感谢欧利欧利，感谢感谢。
我们这边呢，之后呢，是不是还要把那个就是那个收礼物地址有没有？以后都打在那个，你知道有很多 VTuber 就是如果你要寄礼物，可以寄到什么什么几只八只九只信箱什么的。真的有哎，可以寄一个。可以可以，其实真的可以，哎，真的很赞哦。那是 Emma 的。哇，就哦，来来，地上，你跟帮我摊，哦哦，哇！可以，哎。好 ，OK， 你不要那个、喔，可以，非常好。哦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天哪，哎、欸，上面还可以就是记住，比如说大钱包什么时候，肉铺的祭典什么时候？哎、欸，这是2023年的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快2022。我想说，其实也是有可能，七八月。可是这款游戏2022年底。啊，对，9月9号，可以耶！哦，哇，还有满满细节，天哪！好，最后了，生日月29号，又要办活动，25号，12月25号，对，可以，哎，这个不错哎，满满细节，好，没有了，好赞哎！啊，这个是小管家进赠的，这个叫什么？甜甜圈。五个救生圈啦，再不放 SP 啊，死爽了没啊？这个是喉咙如果有痛不舒服的话就可以吃。感谢小管家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来？你是不是连开饼干？对啊，你连开饼干都不会开。天哪，人家用剪刀来开饼干，这个是好原始，这样才漂亮啊！漂亮是这样子，等一下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培根，那个是培根哎。我先对个焦。是培根，哦、真的哎，是架盖培根的，不是。培根哎，是架培根吗？嗯，好吃。哦，好吃哎，烧培根哎。烧培。嗯，这可以喝酒吧？啤酒嘞？真的，这可以喝酒吧？我也喝酒很多哎。我骑车可以。对啊，我也骑车可以。哎，这个真的很赞，好好吃哦。到吃完二拿可以喝一罐吧？嗯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真的长得跟培根很像，超培，好爽哦！那我们今天的开箱是不是就到这里了？感谢Oli，感谢肉粉肉圆，希望下一次再有机会收到各式粉丝寄来的啊！我们稍后会把地址对，请把地址寄到这些地方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咯，拜拜！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